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红中哥游戏汽车。我们现在看本场比赛是左边万帆队的小孩队，没错，就是广州小孩，右边是韩国粉丝队的陈辉啊。这个比赛为什么要给大家再做一个介绍呢？因为这个比赛虽然说陈辉不出名，但是小孩出名。最有意思是今天晚上目前为止是最后一场比赛了，小孩这里是用了一个币来打对方的五个人，每个人是三个币。目前陈辉还有最后一个币，小孩一个币打了对方通了一对人了，又是一个玛丽。陈辉倒地掉一座，小孩下盘两个清腿木压一个战清腿，解决了对方的八神案。小孩要用一个币打对方十五个币，因为每个人是三个币嘛，每个队是五人啊，加起来就是十五个币。小孩已经打掉对方四个人了，踢头了阿库玛前面。这个币如果再拿下，小孩就是一个人通了对方一个队，通了一个人打掉对方五个人，打掉对方十五个币。小孩创造了一个记录，一个人赢了对方十五个币，你猜对了吗？